Hello, L 台湾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茉莉。我今天要来做这个手工 T 恤改造，跟快问快答的一心二用。今天来 L 干什么呢？我今天来拍封面。衣柜里面最不时髦的单品是什么？我最不时髦的单品都已经被我经纪人就是丢掉了。最满意身体哪一个部位？臀，因为我就是重训把屁股练得翘翘的。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？上个礼拜得知我要拍 L 封面的时候，然后我就在工作室大哭，感激的眼泪。你说真的吗？我开始大哭。大家对你最大的误解是什么？我是千金富家女，我真的很穷，可不可以大家给我一点钱？我真的很缺钱。有什么话想对酸民说？我的封面要出来嘞，你们又有一个新的东西可以骂了。平常最关注的时尚 KOL 是谁？我不知道啦，我自己吧，这个我自己吧。下一期想要做什么？电影。我们来拍个那个古装好了，好不好？来一个穿越时空的那个时装周。最想合作的艺人蔡依林。跟蔡依林一起拍古装吗？可以，我可以当她的奴婢也没关系。就令娘娘。今年最期待的时装周是哪？台北时装周绝对肯定。我希望台北时装周要不要直接在夜市之类的办？好酷哦！座位的人都可以边吃鸡排，然后边吃那个什么蚵仔煎，然后边看秀，好时髦哦！台北时装周是什么时候？10月4号到10月13号。那茉莉会去吗 ？Of course， 我是台北时装周大使哎。心得是我的妈也太丑了吧！谁要啊？你想会露下面哦，露多才。